我们这面对轮胎换到多少圈？嗯，好，第一个动作一定要看胎来检查，一定要看胎，一定要看胎。哦，嗯，检查好啊，嗯，再来接长链条，嗯，接固定器，啊，台湾来控制，逆时钟转过去，逆时钟转哦，啊，固定器接固记者要左手边，好、来，辛苦要，那半圆形哦。要转到那个东西要转到过来，要过来，看得到，因为我们担心这个是勾到这里，而且要这样，来来，开始开始，刚才好了哈，拿尾端，叶尾端叶好端，然后要后退，往后退一点，回来跟着的，先到齐，哇，你们在底下底下没打了，别乱放，掉哈，刚说哎哎，往上走压开，水平压开，基本在水都那边。卡住。到上面的时候，左掌压住。然后把移到轮胎上方，把快扣就扣。OK， 再把力是勾死。对，一大小调整的哈。那都呢，他就该这个米在边，你夹到位嘛。只有上面看麦，倒来先，你那个哦，你有这条，把它上去。大概歪下手哦，张手推到轮胎内侧，推进去。大约都是到这边边一定要在比钢圈还高哎，对不对？然后固定器拉出来哦，长链条拉出来，长链条在固定器下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。做调整，这个距离，都最起码要这样宽度就对了。这是一个同心圆的，就是讲，这个内外圆要一致，别它长到这，你别再倒开看那嘞，只要看不下来，哇，有的人，安尼就得，有人大概拉链的原因就是，伊只看不下来，啊，其他的就搞我只，安尼就去推地啊，就加关就关。三三就走出来啊，不拉链的啊，不加你来对啊，未使，绝对未使，哎呀那嘞吼，一定要像你刚那个，对。那个距离，这个内外圆要一致。这个圆上下都要一样。你在踩个底，它就是真的绕链哦，一绕链。用力拉哈。拉不动的时候，这边有个切口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对准切口往上折。它就卡住了。扣住哈。再来，我们这个，这环呢？套环就对。固定环嘛，套过去。然后用力拉。勾住啊，完成。全力度啊，讲那个筋诶。对。咱这只就免个筋啊。比较右脚的。右脚。咱就在这就是。对脚先。对，我们第一条就是把它拉上下，第二条再把它拉左右。那两条都一样长吗？差不多，因为我给你同一个颜色，这不同的颜色的话，弹性不一样哦。我但是我会让我你控制的。好，完成。慢慢按就对了。再对接 N 字形的。这是第一个拉上下，上下上下。第二条我们把它拉左右。左右哈。左右安尼绣着对吗？绣个大字。好，完成。所以讲，你这么搞好的情况下，我们每一格都很平均，都有拉到，好，这样就最好了。我你比我都水。我大板几代啊？你装的好，装起来。安尼完成了，再是贴哈，要贴先就是连接房啊。一样顺序，装的时候一定要垫，垫才轮胎悬空，轮胎一样要垫就对，轮胎底才有办法拉靠近的。但拆车就没有这问题了，拆的时候就不用垫方块，但是要把绿色钩子朝上。在上面。但是绿色钩有两个啊，这是固定器也靠下，这个红色固定器也向下朝下，这个绿色钩子朝上，为什么？里面那个因为这条快扣接头，它在里面，就是在这个里面，我们才有办法打开。所以要以绿色的为要朝上，朝上是单独一个而已，另外一个是更固定在于这个朝下的目的快扣才解开哈。
再来，这个我们拆的过程，这两个不要打开。嗯哦、如果没有必要不要打开，绿色不要打开就对了，因为 你不打开有时候掉进去哦，嗯，你滑进去哦，嗯。来，往上拉，松掉了哈、嗯啊，这先不要动，这先不要动，嗯、先往外拉看、嗯啊，拉得动就可以，拉不动再拆，哦嗯、拉得动就往外拉，那、嗯、接头在这边，在里面，半过，估计半过，过，安内，嗯，打开放开掉。哦开关啊，来，嗯，啊，打开。